大家好，我是萧敬腾。因为我爱动物啊，那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平台让大家可以认识更多的狗狗、动物、大自然。我觉得很棒啊，就是让流浪动物、让狗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专长、人专业，还有他们本身很强的能力，来为人类、为我们去做到很棒的扶持跟帮助。困难点就是我对文字是比较迟钝，所以就会比较辛苦一点，但导演的帮助还有很多同仁的帮忙蛮顺利的。在国家地理马上要跟大家见面的是超级任务狗，由我配音讲解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绽放真台湾终极英雄超级任务狗，大年初四晚上10点，国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ic。